全场防，你上来从全场给防守压力，到位。对，格森，格森往外给，看看今天林志杰第一次三分命中了啊！上一场比赛林志杰脸上的优势，连外线尝试三分，也还了一个。哦啊，开场的第一攻都是靠着三分拿下的。漂亮，哎，走步了。看了一个走步，让我们看那个动作其实挺连贯的。对，我看这动作还挺连贯的。有点没有目的，想好好传的。多大手的机会往篮下给，若鱼再回。林志杰这边机会不好。周鹏的防守位置把握的非常好。还是往上。六秒钟。没出手机会。上篮。不进来。对。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的节奏和判断到篮下去得分。已经打四十分钟了。是违背人体工学原理的一个存在啊。这球厉害。